你不要回国了，我要去看台湾。韩国现在在什么？台湾比较冷还是韩国比较冷？韩国比较冷。韩国比较冷。韩国真的冷，韩国不能外面去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。中职乐天桃园啦啦队，乐天女孩韩籍成员李多惠，深受许多台湾粉丝喜爱。粉丝不仅会在李多惠应援时拍下李多惠认真应援的模样，日前她搭机返韩的身影也被依依不舍的粉丝记录下来。你不要回国了。好，加油！我看个香看个。好，我认真记住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要送去吗？韩国应该现在搭什么？看看，应该搭。台湾比较冷还是韩国比较冷？韩国比较冷。韩国比较冷。韩国真的冷，韩国不能外面去，真的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